欢迎大家在这个主日来到 BACBC， 在这一刻求神帮助我们来到祂的殿中，我们安静我们自己去遇见神，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感谢你，你带领我们回到你的殿中，在你的家里面，这一刻帮助我们去注目耶稣，放低我们的疲累，放低我们的所有会缠绕我们的事情。这一刻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去敬拜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你那里，奉主名求，阿们。大家起身，是神，而我是人，何以主会从天降临？污秽中找寻失丧的灵魂，拭干泪印，更为这罪人挂十架，毅然丧生。愿你是神，而我是人，何以主会从天降临？污秽中找寻失丧的灵魂，拭干泪印，更为这罪人挂十架，毅然丧生。谁会像你宁愿舍弃永活国度里的一切美，无言力尽生死，神我属你一生，属你在你同在里，我心只想赞你。
有着你，何等福气！这十架是我身心印记，永远与你一起，神我属你。我心只想赞你，能有着你，何等福气！这十架是我深深印记，永远与你一起，神我属你。想翻去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有机会咧喺几年前啦，去过好几次嘅短宣去内地，喺里边我撞到一班嘅外国人。大部分是美國入去內地的，他們是不懂中文的，他們是專業人士，在我和他們的交談裡面，他們是可能是律師，可能是做一些金融的事，但他們願意放下他們的 profession 去到內地，去為著福音的緣故，跟他們交談裡面去認識到他們，因為我是去短宣的，而他們是留在那裡是做長宣的工作，那時候還未有這麼封閉，其實很開到我的眼界，一班的外國人就是因為福音的緣故入到去內地去接觸那裡的學生，他們是做教導的事事工的在裡面。那很多時候我們神給了我們在這個灣區這個地方這麼安逸，這麼舒服，有這麼豐富的資源，有時我們包括我自己都是未必在福音上面去做到很足夠的一個的回應，但是求神就去幫助我們有這個的 sensitivity， 就是說有時做全福音的工作，我們未必要是做收割的那個，而是可以是做去播種的那個，咁就係求神去幫助我哋，有呢一個嘅 sensitivity， 就係注意到身邊有冇需要福音嘅人喺我哋嘅身邊，以致我哋能夠係就係行出嗰一步，因為神係想我哋去同佢同工，而唔係只係我哋做曬所有嘅嘢。只要我哋願意，其實有時就係成事，就係成就咗神嘅國嘅一部分。希望用以下落嚟嘅呢隻歌都能夠鼓勵到大家去擴展神嘅工、神嘅國度。祝福我四周。
天主使命成就在你手，面对我身边此刻竭力去关心，若见到伤心苦困而怜悯的爱靠近，愿我把心智思维都更新，要尽每刻拯救灵魂，愿或近都不阻隔主的爱进入人群。燃起今我所拥有，信靠主永没退后，为你祝福我四周，实践主使命成就在你手，面对我身边此刻竭力去关心，若见到伤心苦困而怜悯的爱靠近，愿我把心智思维都更新，要尽每刻拯救灵魂，愿或近都不阻隔主的爱进入人群。身边此刻，听候你差遣，愿放低私心己意，献活祭摆上一生。就算要走遍天涯多艰辛，也尽每刻拯救灵魂，愿或近都交出我一生。主的爱进入人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全是美事，愿全地一起齐颂赞你之圣名字，愿你国度此刻降临，此际愿捉紧你的心意，你话语指引我的心思，但求用生命全力去把你爱发扬，尽性尽意爱护我心，愿你旨意成就，是你掌管宇宙，愿你国度和真爱世代存留，
你旨意成就，愿你恩手庇佑，愿你公义和宽恕愿达全地。衰的求你供应，靠着你恩典每刻警醒，纵然是软弱求饶恕赦免我过犯，也懂得照样对待别人，愿你旨意成就，是你掌管宇宙，愿你国度和真爱世代传流，愿你旨意成就，愿你恩手庇佑，愿你公义和宽恕临在这地。张开诡计网络，靠父不会惊慌，试探引诱不想经过，靠父得胜捆绑，无非恩典每刻彰显，盼救我可以得过，靠父赐下能力来度过每一天。旨意成就，是你掌管宇宙，愿你国度与真爱世代传流，愿你旨意成就，愿你恩手庇佑，愿你公义与宽恕临在这地。姊妹早晨，再一次欢迎大家。咁喺讲道之前，让我哋一齐同心祷告。亲阿爸父，我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朝早翻我哋翻到嚟嘅圣殿里边同敬拜。愿你今日嘅话语成为我哋嘅生命嘅力量，愿我哋活出我哋嘅信仰，能够影响呢个世界，让我哋将福气带俾身边嘅人。我哋咁样祈求，系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妹，讲好。首先同大家，讲两个真人真事啦。第一个故事咧就讲到一个嘅青少年团契里边啊，有一个户外活动。咁当时一个导师就负责一个游戏嘅。咁佢設計咗一個好玩嘅遊戲，就係掟雞蛋啦，啊，將呢個嘅青少年團契咧分咗兩組，咁啊各面面對面咁樣拋呢個嘅雞蛋，咁每拋一下咧就大家退後一尺，直至拋四次，咁就換第二組，咁一路咁交錯，咁啊邊組最快完成咧就可以贏得啦，贏咗啦，咁咧咁啊開始玩啦，當時個導師睇到，
團契當中有兩個子弟咧，我特別留心喎，望住啲雞蛋好似好緊張咁。啊，佢知道呢兩個小朋友咧都係來自呢個嘅貧窮嘅家庭嘅，佢哋好少見到雞蛋或者食雞蛋嘅，所以好緊張。咁冇耐咧，佢就呢、這個姐姐咧走埋嚟同個導師講啦，問佢。啊！如果玩完呢個遊戲之後咧，有剩嘅雞蛋，我可唔可以同弟弟拎翻屋企咧？咁導師問咗之後咧，就答過啊，好好好，冇問題咁樣。而且呢個導師好醒目啊，特別咧提早完結咗個遊戲啊，咁然後咧就將啲雞蛋就俾咗呢兩姐弟啦，因為佢知道喺基督一個團契裏邊啊，就算係玩緊嘅當中啊。佢話唔應該讓一啲人能夠只係盡情咁娛樂，而唔顧到別人嘅感受。咁另一個故事咧，就係我自己真人嘅真事，我自己一個經歷。喺差唔多2000年前，1999年啦，我就移民到嚟美國。1999移民到美國，咁咧就嚟到呢度，梗係要揾一間新教會啦，又唔知邊間教會好。咁啊，上網揾啦，啊揾咗一間教會，啊好近屋企附近嘅，啊同埋咧佢附近有一間好著名嘅學校嘅，大學嘅，咁我就去到嗰度參加團契敬拜啦，咁見到弟兄姊妹都係有相交啦，咁佢哋咧主要問咗兩個問題，通常都會問我嘅，第一個咧，你係咪呢間大學嗰度畢業㗎？咁第二個問題就係、你係咪喺啲高科技公司做嘢啊？咁我覺得啊，呢兩個問題都係好普通嘅啫，係嘛？即係一般人新朋友都會問到嘅，咁係一個好正常嘅問題，我都冇都答答佢哋嘅。問題出咗喺邊度咧？就當我問答完呢兩個問題，都唔係嘅時候咧，好似大家弟兄姊妹就冇乜興趣再同我傾偈，咁啊，即係覺得都有啲好尷尬咁咯，係嘛？咁所以翻咗冇耐之後咧。我就轉過另一間教會，即係因為個感受特別唔好，可能係因為2000年嗰時咧，呢個高科技發達，好多人都想去矽谷嗰度去揾工做啊，包括我自己都係啊，咁啊變咗咧，對有啲嘢咧就好過特別緊張。顯然啊，就算喺一個基督群體裏邊啊，有時我嘅表現咧都唔係好似基督。日光之下無新事。現今發生的事咧，其實在差不多2000年前，哥林多嘅教會都出現過。因為這個潮流文化嘅衝擊咧，基督徒都可能會受到影響。今日讓我同大家分享保羅一段嘅教導嘅説話，點幫我哋持守我哋嘅信仰。個經文記載喺哥林多前書嘅1章17至34節。我俾佢嘅題目係領受聖餐嘅更新。让神话语教导我哋，等我哋明白到原来圣餐对我哋系有咁几咁大嘅意义。今日又系圣餐嘅主日，让我哋一间领受嘅时候，能够更加得到神嘅祝福。好，弟兄姊妹，经文长啲，但我哋希望都有部分系大家好熟嘅，但我哋都希望大家一齐去诵读呢段嘅经文。哥林多前书嘅第11章17節开始。现在我吩咐你们这番话，不是要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但无益，反而有损。首先，我听说你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你们当中有分裂的事，我有一些相信这话。因为你们当中必然有分党分派的事，好让你们当中经得起考验的人可以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不是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各人大吃大喝自己的晚餐，於是有人餓着，有人醉了。難道你們沒有房子可以吃喝嗎？還是你們藐視神的教會，要羞辱那些一無所有的人呢？我可以對你們說什麼呢？稱讚你們嗎？在這事上，我不能稱讚你們，因為我從前傳給你們的，是我從主領受的。主耶稣在被人出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献上了感谢，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这样做，
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都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因此，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全讲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无论谁用不恰当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人应该省察自己，才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却不辨明那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审判。因此，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软弱的、患病的，也有好些人死了。但我们若审察自己，就不会遭受审判了。我们被主审判，其实是受他的管教，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被定罪。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会吃主的晚餐的时候，要彼此款待。如果有谁饿了，就应当在家里吃饭，免得你们聚会反而成为审判。奇的是，我来到的时候才吩咐你们。其实啊，这段经文咧喺对观福音，即系马太、马可同埋路加都有记载过耶稣嘅圣餐嘅事迹。保罗喺呢度咧，就可能系根据路加个嘅描述，但系佢藉着一个嘅特定嘅处境，将圣餐意义更加去具体咁样表达咗出嚟。哥林多呢个地方咧，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交通嘅要道，因为希腊嘅南北部都系佢唯一一个嘅所必经之地，所以咧佢自古以来都系一个好商业、好茂盛嘅一个中心。佢一个嘅希腊嘅古城，但系喺主前嘅146年咧就被罗马所毁灭，成为一个废堆。但系就喺主前嘅46年，凯撒就重建呢个城市，成为罗马嘅殖民地，成为当时阿该亚省嘅首府。佢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人口咧有多元多样嘅，唔同嘅种族、唔同嘅阶层，有犹太人、外邦人。有為奴嘅，有自主嘅，所以呢個係一個現今稱為咧好充滿文化色彩嘅一個大城市。亦咁樣之後咧，隨著物質嘅豐富咧，佢哋嘅道德敗壞。所以保羅就寫咗呢個哥林多前書俾呢間教會，係解釋佢哋教會裏邊發生各種各樣嘅問題。新約顯示咧。初期的教会信徒聚集一起的时候呢，就有团契啦、守圣餐同埋用餐呢三样。最初他哋称嗰种用餐呢，就是叫做爱宴。后期呢，就将爱宴同埋圣餐合并起嚟。可能因为主耶稣喺即系最后晚餐嘅时候揭立圣餐嘅时候，同呢个嘅逾越节嘅筵席一起，所以他哋都是根据呢个咁嘅缘故。考古學家其實已經在哥林多咧嗰個郊區裏邊已經發掘了一些嘅羅馬式嘅建築嘅別墅或者房間，係屬於第一世紀嘅中期或者後期嘅建築。最近都係喺羅馬嗰個嘅一個嘅廢堆入邊咧，龐貝古城就係因為呢個主前79年、主後79年呢個嘅火山爆發，整個城係被火山灰及冚住，電即係戲都有拍過呢個天火焚城，就係你講呢個嘅故事。所以嗰度都係啱最新發掘咗一啲嘅呢啲嘅建築物，睇到咧原來咧佢哋嘅建築係咁樣嘅。當時第一世紀嘅飯廳咧就分開正廳同埋中庭，就係一個嘅正式嘅飯廳。正廳咧就係一啲嘅地下咧有一啲好靚嘅磚啊磚塊咁砌成嘅，同埋咧入邊咧有得坐嘅，同埋瞓喺度啊！你知道羅馬人食嘢係點啊？有時係挨喺度食嘢噶嘛，係嘛？咁啊有呢啲嘅地方俾你食嘢，同埋咧大約係坐10-20人左右。而連接呢個中庭咧，就係一個嘅連接呢個正廳咧就係個中庭。嗰度咧就冇座位嘅咯，可以坐40-50人嘅。根據羅馬當時嘅筵席嘅習俗咧，就係咧
上等的賓客咧，就喺正廳同呢個主人家一齊用餐。嗰度咧有好高最高級嘅食物同埋酒不斷嘅供應。而喺其餘嘅咧賓客咧，次等啲嘅賓客咧，就喺呢個開放嘅中庭嗰度啊，逼埋一齊啊，喺度用餐。食物啊同埋酒嘅品質都係次等啲嘅，同埋好有限嘅。所以咧，當時哥林多教會嘅嗰個嘅舉行聖餐嘅地方，就可能喺就係呢個咁情況之下進行。所以咧喺領受聖餐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好多嘅混亂嘅情況。究竟信徒要點樣去守聖餐先得咧？先唔會犯錯咧？好似哥林多咁咧？所以第一點，我哋要知道聖餐中嘅不當行為係乜嘢。當我哋知道呢啲錯誤之後咧，我哋點樣去改咧？我哋首先必須要知道聖餐嘅意義係乜嘢。所以第二嘅，我哋要明白聖餐嘅意義。當我哋知道之後咧，保羅都提醒我哋信徒要喺心態同行為上要有改變，以致我哋能夠有一個正確嘅態度去領受聖餐。所以第三點，佢俾咗一個解決嘅方案俾我哋。當我能夠遵從呢個使徒嘅吩咐嘅教導之後咧，我哋領受聖餐必然會得福，唔係受罰。我哋因為我哋能夠成為一個合一嘅群體，能夠為主作見證，叫更多人蒙福。所以第一，聖餐中咩嘅係不當行為呢？其實當時喺希羅社會當中咧，又流行一個嘅恩主嘅一個嘅制度嘅關係，即係好似中國人嗰種嘅食客嘅制度啊，就嗰個恩主咧就去招呼呢啲嘅食客嚟幫助佢哋嘅。喺當時仲未有教堂建立起嚟嘅時候咧，信徒嘅崇拜咧就好可能喺一個富有嘅信徒嘅屋企裏邊，即係頭先嗰啲大宅裏邊舉行嘅。所以而家聚會所需要嘅包括一切食物啊或者飲品啊，都可能由呢位嘅信徒去捐助嘅。而信徒咧，呢位信徒就採取咗周邊嘅文化，以羅馬宴會嘅方式舉行呢個外宴同埋聖餐。因此，富有嘅信徒咧覺得喺呢個衝突上高咧冇良心嘅責備，更有可能以為自己係咩啊資助咗呢啲貧窮嘅信徒，慷慨咗提供咗地方同埋食物俾佢哋。顯然他們沒有顧及了這些貧窮信徒的一些感受，在食物上高他們厚此薄彼，令那些在地位上比他低的人成為二等的信徒，這個確是違反了主耶穌基督的福音的教導。他們自以為很慷慨的行為，他是得不到嘉許。所以保羅第十七節開始說，我不是要稱讚你們，因為你聚會的不但聚會不但無益，反而有損，即係你咁樣聚會，實在係弊大於利。所以第一點，不當行為就係有分裂嘅事。喺十八同埋十九節講到，保羅呢度再提到分裂嘅事，因為哥林多前書第一章已經講到有分裂嘅事。但係呢度講到嘅分裂嘅事，正並唔係佢哋教會嗰度分黨結派嘅問題，而係喺同一間教會裏邊，窮人同埋富有嘅人之間一個嘅鴻溝。並且這些接受了有錢人資助的信徒，他大概已習慣了這種不公平的待遇。難怪哥林多教會裡面富有的基督徒覺得是理所當然，這種分門別類實在是很自然。所以保羅而言，保羅在加拉太書三章二十八節那裡講到，他說絕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絕不分奴僕或自由的人，絕不分男或女的，因為你們全都是在基督裡合而為一。因為在基督裡面，我們已經沒有再分這些東西了，一切的分歧都不重要。雖然保羅在這裡聽到這些消息，覺得某個程度可能會有些人誇大，或者是有些人的偏見，但他都覺得這個問題很吻合哥林多教會之前發生的那麼多的問題，因此他覺得可信性極高。第十八節講到，我也有些相信這話，
呢度更加可能嘅就係話咧，烏羅嘅表達一種憤怒嘅意思，就係話呢個真係實在太不可思議啦！我真係唔會，我真係唔相信你哋咁會咁樣做。最後更加用一個諷刺嘅説話講到：如果你有啲人唔按規矩領聖餐，令到有啲令到佢當中分黨分派，咁都唔係唔好嘅，因為起碼我知道嗰啲冇嗰啲識得守聖餐嘅人，佢哋係信仰係經得起考驗。其實係一個嘅諷刺啊。第二係啊，視聖餐為一個世俗嘅宴會。第二十至到二十二節，哥林多嘅信徒咧好悲慘咁咗濫用咗呢個嘅聖餐。保羅認為佢哋唔係吃主嘅晚餐。第二十節講到，對於今日嘅一啲嘅教會嚟講啊，呢個濫用可能覺得好奇怪，點會濫用呢？因為我哋只係分一個好細嘅餅同埋一細杯嘅葡萄汁啫，點解會有會令其他人受辱呢？而喺二十一節裏面所描述嘅就係哥林多嘅信徒啊，以一頓好大嘅大餐同埋愛筵呢種方式嚟慶祝呢個主餐，係一種自私同埋忽略咗他人嘅行為。當早期教會聚埋一齊舉行愛筵嘅時候咧，就好似我哋而家嘅 potluck 咁樣，每個人都帶佢嘅食物翻到嚟。當然啦，我哋知道富有啲嘅可以提供更多嘅食物俾一啲唔足夠嘅人啊，因為當中一定有啲貧窮啲嘅或者奴隸嘅，佢哋冇能力去買食物。呢個整個嘅諗法都係大家能夠一起去吃一餐飯，彼此去分享。而哥林多的教會就濫用聖餐，他們不是一起分享，而是窮人和富有人各自在自己的小群當中是分享。結果的問題是怎樣？有些人被忽視了，甚至沒得吃。那裡說到有些人就很放縱自己，大魚大肉，有些人呢就當是一個社交的活動，邊喝酒還喝醉。保羅認為這些行為就是藐視神的教會，窮人被羞辱，因為他們彼此之間沒有真正的一個團契和相愛，他們慶祝的是自私和放縱的世俗的一個的盛宴，而不是主的晚餐。總言之，這種隨從世俗的文化的行為呢，令到教會的群體合一受到很大的破壞。所以保羅在二十二節那裡再一次強調，他說：我可以對你們說什麼？稱讚你們嗎？在這事上我不能稱讚你們。這些不當行為對於對神和對人來說都是帶來很大的侮辱，顯明他們對聖餐意義一無所知。保羅所以在二十七節都說到，無論誰用不恰當的態度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冒犯主的身、主的血。究竟冒犯主的身體和冒犯主的血是什麼意思呢？信徒應該有什麼態度去領受這個聖餐呢？所以第二點就是我們必須要明白聖餐的意義。聖餐和一般的異教或者民間的慶祝活動是自然不同的，就好像中秋節一樣，它只是出自一個的民間一個神話故事，並不是一個真實的事蹟。但是在二十三節那裡講到，它會講到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顯明聖餐所重演的是一個歷史的事蹟。按照保羅一貫的模式，它將它論點建立在耶穌基督的傳統上高。它說：我從前傳給你們的，是我從主領受的。而第二十三節開始就是因為作開始，表示下面就解釋了為什麼他們這樣領受聖餐，分門分黨分黨分派是無法忍受，因為聖餐是一個感恩和紀念主一個的禮儀。23-25節提到，保羅首先提到我們要一個感恩的心去領受聖餐，因為它是關乎主耶穌被賣的一個事件。被賣即是被出賣或者被交付的意思，無論如何都是顯出在主耶穌被害的事上高，人是應該付出
全责，并且不是因为我们几好配得神的拯救，而是因为无辜的主自己愿意为我们的罪作出牺牲，带给罪人有获得赦免和永生的机会。所以信徒要向主感恩，而领受圣餐第一个目的就是要纪念主。这个不是仅仅意味着我们回忆基督的死，并且基督自己都要说是要纪念他。这个不单单只是是他的位格和他工作这方面，信徒要积极地去默想基督。二十五节重复了这一点，为的是纪念我，所以都是要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单单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庆祝圣餐不是一个的宴会，而且他还加上你们每逢这个短语的时候，第26节都重复用到，就加添了领受圣庆祝圣餐是一个不是以色列一年一度的逾越节这样庆祝，是一个定期的重复的一个筵席，是要尊荣我们的主。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今天的信徒每一个人都很多事很忙碌，很容易忘记了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能够很频密地去领受主餐，我们就会更加去感激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同埋我哋同神主耶稣嘅关系必定会变得更加亲密。第二，饼同埋杯系代表啲乜嘢咧？23、25节讲得好清楚，佢话：这是我的身体。呢句说话咧，自古以来咧喺圣礼神学方面咧引起好多嘅讨论，今日就唔讲啦。但系主要我哋知道咧，嗰个是呢个字嘅意思咧，唔係我哋諗得咁簡單，係一個象徵同埋代表嘅意思。所以呢度講到餅係，所以係代表住咧，為你們捨嘅身體，即係耶穌為咗佢嘅子民而願意捨棄佢自己嘅身體。為你係咪唔係單單係意味住呢啲餅係俾你嘅意思？呢、這個短語其實有一個替代嘅意思。知道啦，主餐同埋逾越節嘅晚餐嘅關聯咧，都有幾大關聯嘅。即使最後嘅晚餐本身唔係逾越節嘅慶祝嘅活動，但係肯定咧，最後嘅晚餐仍然係被呢個逾越節嗰個嘅氣氛所籠罩住。耶穌當將呢頓嘅飯咧當作係咩啊？紀念我，其實係同出埃及記12:14講到逾越節。他说要你们作为纪念相似的。以色列人要记住他们是被神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他当中涉及了用一只羊羔代替以色列人长子的死。羔羊的血涂抹了在以色列人的房屋的门楣和门框上高。正如耶稣继续讲到立约的血的时候，他清楚想到呢，他是在牺牲之中献出自己，正如逾越节纪念羔羊这个死的献祭，圣餐乃是仰望主耶稣，纪念神的子民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耶稣将这个饼解释为代表他为你们献出身体，并坚持这顿饭是一个纪念。此外，逾越节的背景都是与献祭和替代有关系的，因为羔羊呢就代替了以色列人长子死去，没献羔羊祭的埃及人呢发现他的长子是被天使所杀。正如保罗在临前5:7讲到，耶稣就是那只逾越节的羔羊。同饼一样，基督徒要拿起杯来以纪念我们的主，这个是我们与圣约的主一个结盟的方式。当我们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位立约的主，他用自己的血创立了这个新约，这个圣约，藉着他的牺牲，我们获得了宽恕和被称为义。新约是耶稣为的子民在十字架流血时所建立的，这个圣约的参与就是
我们领圣餐的核心，亦成为我们圣约群体持续生活的一种的一部分。这个立约的条约通常需要这个动物的死亡作为这个条约的祝福或者咒诅的一个承诺的指示。实际是通过屠宰这个动物提供了盟约条约的血，成为标记着双方要承诺遵守这个条约，以致如果违约的时候要以自己流血死亡为惩罚。而言当耶稣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的时候，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提到他自己承诺要使这个新约成为现实，即是神亲自提供了这个新约给我们。第二的目的，我们就是守圣餐，是我们要传讲主的死。在第二十六节讲到那些认同基督新约的人，他会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这个不单只是分享了圣约的祝福，其实都是认同我们同主耶稣基督的认同，而且我们还要宣告主的死亡。换句话说，解释圣餐的时候吃喝的行为是向教会和这个世界宣告主为了我们死，他舍弃了他自己的身体和去流血，而这种牺牲的死亡将他带入一个的新的圣约，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饶恕。新约子民是通过基督和他的死被带入一个的被成为一个新人，并且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重申他作为神的子民的地位，每个成员都要一同的领受这个圣餐。我们的焦点就是基督和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他无私的牺牲都是为了我们而做。因此当我们庆祝神这个合一群体因神的恩典而诞生的时候，竟然发生分裂的时候，这个实在十分可悲。神的子民要继续庆祝这个的主餐，他说直等到他来，表示主将会回到他的子民的身边，即他的救赎最终会完成，带来应许的祝福，同时亦对悖约的人带来审判。总之在保罗论点当中，圣餐这个末世论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提到旨在提醒哥林多的会众那些自鸣得意的人，他们的错误、他们的脆弱，还有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其实是一个旅行者仍然是通往最终的目标的路上。 在旅程当中，审判的危险仍然笼罩着那些不认真对待圣约承诺的人。在主的晚餐提醒我们，新约是付出很大的代价达成的，因为有要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当基督徒吃喝的时候，他是重述了这个故事，就是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的圣约的群体，以致我们再一次被提醒，以致这位主必会再回来。届时我们就不需要再守这个象征性的主餐，因为主和我们面对面，我们可以见到他。因此所有羞辱圣餐的人，其实就是羞辱了主，并让自己接受了神的审判。这样当我们清楚明白圣餐意义的时候，我们怎样才可以避免犯错呢？保罗所以在这里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方案。相信每一个信徒都知道，我们接受了主成为接受主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一生的主宰的时候，我们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而现我们旧我仍然存在，所以我们仍然会犯罪，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因此圣餐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给我们去反省我们与神与主耶稣的关系。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应该要省察我们自己，在28和31节讲到保罗现在劝告那些富有的哥林多信徒，如果他们以谦卑的态度来领受圣餐，就不会这样毫无分别
就会能够毫无分别咁样同所有信徒一起进晚餐，唔系分门别类。否则，如果佢哋滥用圣餐嘅时候，佢哋必然会犯罪。因此，我哋需要省察自己系咪有冇罪。这个自省自省是一个嘅测试，揭示我哋嘅行为同埋我生活嘅方式系咪反映咗基督。保罗最关心嘅系佢哋不恰当咁参与圣餐嗰个末世影响，就系神审判临到佢哋，就系临到世界其他人一样。三十二节嗰度讲到呢种省自我省察。個角度的意思就是要我們測試一下，去省察我們自己，在末日大審判的時候我們都會被測試。如果我們現在不省察我內心，去知不知道我們有沒有犯罪的時候，到時末日的日子我們就會被神審判。所以這個反省是非常之嚴重，如果我们没有反省是非常严重，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承认我们的错和悔改来确保我们有一个圣洁的心。审判的意思就是有都有谴责的意思，这个不是意味我们被咒诅注定永远进入永恒的地狱里面受惩罚，这个只是一个犯错的真信徒，而不是一个已经被定罪要入地獄的非信徒。所以通過這個省察，我們所經歷的審判就可能可以避免。第二，我們是被主管教和懲罰。二十七和二十九節指出，缺乏對身體的關注會帶來審判。主的身體是指什麼呢？我們不知道保羅這句話是否想到是教会或者圣餐某些元素，有可能他两样都讲到。而在这里呢，根据 上下文呢，应该是讲到圣餐的元素，这个观点比较吻合。在饼和 酒之中呢，那位为你们而死的，他连同他一起与他死的一切的意义都象征了出来。因此辨别意味着呢，我们将这个主餐呢与这个普通一个食饭的餐一定要分开出来。我这里不是说这个领圣餐时候的饼或酒会变成第二样东西，而是因为主亲自设立这个圣餐，这个圣餐就是与其他的用餐是不同的。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纪念必须发生，我们必须纪念我们的主，因为基督死带来了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被建立成为一个群体，共同参与这个圣约。如果我们以这种的方式去辨别，我们就不会混淆这个普通的晚餐和圣餐的分别，也不会当在圣餐的时候我们能够我们分门别类地去进行。因为主的主餐不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晚餐。所以就算这个圣餐是夹杂在一个大餐来庆祝的时候，主餐的意思仍然是支配着这个大餐，以确保这个整个群体是一个的公共的一体，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生命一个共同体。那么多信徒滥用圣餐这么恶劣，以致神必须采取一个的严厉的管教的措施来防止这个犯罪继续去蔓延。所以三十节讲到有些人是有疾病或者死亡，这个事实是讲得很简单很直接。上下文没有表明这些的虚弱或者病重死亡是象征性的。而保罗在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哥林多人创造一个的衡量的标准，就是说那些没有病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有病就不是喜悦，这个不是这样的意思。因此滥用圣餐等于拒绝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些人将会接受到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必须要省察我自己。第三，
我们必须要互相关心和服侍，我们的彼此服侍。第33至34节，保罗的观点在这里不是单单是提供世俗一个实用的建议，而是讲这个群体的目的是要宣扬福音，包括主的死，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知道讲出一个很直接的指示，他们应该一同地吃饭，互相的去照顾和款待，如果有必要的，他们在有些人在 家里面吃了饭先。尽管这个情况很严重，保罗仍然以一个牧养的口吻去称呼他们，称他们为弟兄姊妹。聚会这个原文呢，其实最好译做聚在一起的意思。当我们作为教会聚在一起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其他人。这个圣餐就是作为所有人聚在一起一同纪念的一段饭。这个聚在一起其实是这段的今日这段的重点之一，因为在17至10节出现了3次，在33至34节出现了2次。所以我们要停止我们的自私，停止放纵自己，相反的，我们是互相款待，通过将他人放在首位而显示到我们的爱心和关怀。如果我们真的饿的，可以在家先吃了饭先。保罗等于就是个重点，就是群体和他应有的一种的基督化的表现。一样不要把圣餐成为自己审判，要成为神要荣耀神的一个方式。最后总结，圣餐是主耶稣在地上设立为一个礼仪，他吩咐我们一定要这样常常去遵守，因此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认清楚这个礼仪的目的和作用，以致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得到祝福。这样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第一的是信徒是圣约群体的一员，某些信徒受到其他信徒的歧视，成为二等的信徒，令我想起旧约雅各的家庭。雅各偏爱约瑟，令家中各个弟兄都不满。约瑟又年幼无知，对兄长的缺乏尊重，导致家庭的惨变。雅各因此同他的最深爱的儿子失散了很多年，简直是自讨苦吃。最终家庭每个成员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其实想翻起，同我自己的原生家庭都很相似，我自己的家庭都是兄弟姊妹多，都有偏爱的事情发生，而这种偏爱呢一直伤害到我们弟兄姊妹的感情。我自己当时都是年轻，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所以我都没觉得这些是一个问题，以致真的现在反过了之后，发觉自己应该是一早是要去省察自己。但是很感恩，随着年龄大家长大之后，弟兄姊妹的关系都慢慢被修补，这个是。所以我们即是跟弟兄姊妹相交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有偏爱或者有不同的不公平的对待，这个实在是破坏了神的家。所以我们如果有与言语行为或者令其他弟兄姊妹感到受歧视，成为次等的信徒的时候，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因为教会就是有不同的种族，有不同年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学历，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才能，是不同属灵程度的信徒。我们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因为在基督里，这些差异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效法主，顾及他人的感受和需要。无论在属灵和身体方面，我们都要彼此的辅助和建立。第二，领受圣餐是神祝福管教的渠道。虽然基督教信仰建立一个分别为圣的 群体，但我们圣洁不在于远离这个的世俗的群体，是乃是叫我们进入这个人群当中，是好像主耶稣这样，他永远都是在群当中，是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这些都是一些被神称为义的罪人，
我哋仍然会犯罪。当我哋在世界当中的时候，我哋好容易被呢个世界的世界观或价值观所不知不觉影响，好容易造成好多嘅唔好嘅行为同埋习惯。因此，领受圣餐就令我哋帮我哋提醒我哋，当我哋能够知错能改嘅时候，我哋就得到祝福。否则，神可能藉着一啲嘅管教惩罚嚟俾我哋，其实都系希望我哋能够回转。所以领受圣餐俾我哋有机会去反省我哋自己，去认罪悔改，避免末日的审判。最后，领受圣餐提醒我们要传扬基督和他的再来。主的晚餐就是一幅图画，有好像一般讲道一样，他宣告了主的死和主的再来。重点就是基督为了我们死，使我们与他永远同住。因此，他的死描绘了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带来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救赎，亦回顾了他将来再来的时候为我们做的事。当我们能够效法他完美的形象，我们将来会得到救赎。这位死而复活的主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单单是在地上短短的一个人生，我们还有一个永恒喜乐的生命。所以无论主日敬拜或者领受圣餐，都是一个为主作见证的机会。当信徒能够用真理，以心灵真诚的心灵和感恩的心去参与的时候，就是向世人去传扬基督和他的再来。希望我们不要不按真理这个按理来参与，让我们一同同心祷告。亲阿爸父，再一次感谢你，你当日提醒哥林多教会信徒，今日仍然对我们讲说话，知道可能处境不同，但我们可能都犯了同一个问题。愿意我们都能够谦卑在你面前，我们多关心别人的需要，不只是我们的需要，以致我们的合一见证能够被世人看到，我们是与他们不同，我们是一个不同的生命，是植根于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见证你，叫世人蒙福，叫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能力。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赖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今天我们有这个守圣餐的时候，很感恩欧牧师刚才这么详细呢，就已经是将这个圣餐的意义跟我们分享。但是呢，如果大家留心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有不同的地方呢记载到呢是这个圣餐守圣餐的。我们看回呢，就是同一卷书，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里面呢都有几节的经文。那里这么说呢，他说呢，我们所祝福的杯是同领主耶稣基督的血，我们所擘开的饼是同领主耶稣基督的 身体。你会看到呢，就是呢那個合一的意義呢在裏面是很明顯的。咁我其實咧，我好喜歡咧，以前咧，即係有個聖餐盤啊，有個餅啊，有好象徵嘅意義啊，將個餅擘開啊，嗰啲咁樣，大家一齊領嗰個餅。咁因為係呢個 pandemic 嘅緣故，我哋用一啲新式嘅方法嚟到係去食呢個餅。但係咧，大家食呢個餅嘅時候咧，唔好忘記咗我哋隔離左右嘅弟兄姊妹。一起来到是分享是同一个饼同一个杯，分享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第二样呢，就是正话亦都是欧牧师有讲及呢，他说呢，我们领受这个饼的时候呢，是一个的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啊，直等到他来。其实呢，你去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呢，已经你是做一个宣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面救赎我们，而且他是会回来
来到是迎接回我们回到天家。那么、已经是、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者饼喝者杯。那么、我们一起来有个很短的时间，大家一起来到是一个省察，然后我们吃这个饼。耶稣在被卖那晚，他拿起这个饼来，他擘开说，这个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打开，拧开搣开个饼那边先，我们一起让我们吃这个饼来到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到是牺牲赎罪。饭后，主耶稣同门徒佢话：呢个杯系用我嘅血嚟到系所立嘅新约，你们每逢喝嘅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哋一齐嚟到饮呢个杯，纪念我哋救主耶稣基督。让我哋一齐做个。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有机会来到是吃到这个饼，喝到这个杯的时候，我们纪念着主你为我们的爱，在很多年前你已经是亲自来到是世人当中，因为我们没办法来到 去自洁，因为我们没办法 得着拯救，主你就亲自成为一个的赎罪的羔羊，为我们献上，为我们来到是舍命。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给我们晓得这份救恩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主你的爱是何等的伟大，就求主帮助我们每时思念，也都晓得将这份这么好的福音来到同人分享。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一起纪念的机会，奉靠救主基督耶稣名求， Amen。大家請起身。二月份是我們的宣教月，也都今天我們的聖餐去 remind 了，去提醒了我們，我們即是基督，耶穌基督對於我們的意義。那我們用以下這首歌去做一個回應。
神风中的口爱，好快咧！咁我哋做啲嘅祷告可以完结今日啦。咁喺我哋先欢迎我哋今日第一次嚟到我哋教会华人圣经基督教会嘅第一次嚟到嘅嘉宾，喺呢边或者边一度，你举一举手就得噶啦。大家请坐。哦，大家请坐。大家请坐。有冇第一位嚟到我哋第一次嚟到我哋教会啊？好，欢迎啊，喺中间嘅。咁我哋啊，好快咁嘅做一啲嘅OK， 咁我哋先咧，我哋有一个嘅咁一阵间第二堂完咗嘅时候咧，我哋今日临时有一个嘅。諮詢會議是諮詢尋覓我們新的牧師主任牧師的一個委員會裡面，如果你們有問題可以 去詳情可以去那裡詢問，未必一定有答案，但是他會盡快回覆你們的。那我們知道大家都知道土耳其有一個大的地震在中東的地方，希望我們教會已經給了5000元去這個Turkey Earthquake Relief 的一個funding 那裡的。那如果我們想再多補充回我們教會裡面一些 的基金呢，那你只要在個信封那裡寫愛心基金，然後放一個奉獻箱就可以，或者我們支票寄進來的時候寫下愛心基金，那這筆錢呢就會專門放回去我們教會裡面的一些基金去奉獻俾呢啲嘅災難嘅地方。咁嚟緊咧，我哋3月17、18、19號咧有3日嘅講座，係關於我哋點樣禱告神依靠神去用禱告去成全我哋一啲嘅信心嘅軟弱啊，或者信心嘅需求。咁希望大家能夠喺呢啲時間裏邊，大家抽出嚟同我哋一齊嘅去學習。咁已經開始了註冊的了，希望大家就可以直接從教會這個 QR Code 裡面註冊。教會學校呢 CCS 呢就有一個叫做四五年班他們的一些音樂的報導的 concert 咁啦，咁大家可以樂意去睇嘅，幾得意嘅。佢哋四五歲可以，四五年班可以做到好多嘅嘢，係一個音樂形式嘅musical concert 咁�样嘅。咁5元一個門票，咁亦都係幫助學校噶啦。咁另外佢哋喺三月中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 fundraising 嘅，佢哋咧就係會喺我哋教會裏邊就一個步行或者跑步形式嘅籌款，咁希望大家都能夠樂意去參加。3月11號星期六，咁我哋今日每一個第一堂完咗之後咧，我哋都有一個主日學嘅。咁喺呢一段裏邊咧，我哋下半段咧就係我哋主日學嘅班嘅名稱啦。希望大家能夠完咗之後繼續參加。我哋奉獻咧喺我哋奉獻箱裏邊喺後邊啦，或者我哋可以用手機用 QR code 或者寄支票入嚟都得。咁記住我哋喺呢個月完結之後咧，我哋就可以擺喺後邊。咁我完結之前，我哋請我哋嘅 praise team 再為我哋獻出。請大家起身，咁我哋用最後一隻歌去完結我哋今日嘅worship。
成就在你手。面对我身边指责，竭力去关心。若见到伤心苦困，以怜悯的爱靠近。愿我把心智思维都更新，要尽每刻拯救灵魂，愿或近都不阻隔主的爱进入人群。基督之名求，阿门。